清晨下起了大雨。早餐过后，我们边玩游戏边聊天，等待着雨过天晴。在漫长等待之后，我们决定还是继续前行。西岸山区变幻莫测的天气，对今天只有8公里的路程，也是一个不小的考验。虽然我们每个人都有很不错的防水装备，但还是被淋了个透。在到达这条步道设施最好的月光木屋营地之后，大家纷纷脱下了湿透的衣物，围坐在火炉前饱餐一顿。整个步道最美的住宿地果然名不虚传，清晨山顶日出云海一览无遗。今天的行程翻山越岭，海拔下降有800米，越过山脊，走过悬崖，站在开阔的山脊上，远处的海天一线感觉就在眼前。在到达今天的住宿地 Parorori 木屋之后，一个人独坐在石头上，盯着海天一线远处的日落，仿佛时间都静止在这一刻了。